他没去参加婚礼，他去哪儿了？或许真有什么重要的事，再等等吧。他早上还病殃殃的，现在怎么有力气出门了？要是万继生真的是凶手的话，他现在在牢里，是谁对南宫大帅？连佟大侦探都想不出来理由了。不是，秦墨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这次的目标是佟立川。佟立川？那他不是自己人吗？不用你告诉我他是谁。平白无故我会要他命吗？是他不义在先，把实验室的笔记带走，那就休怪我无情。那本笔记流落出去，整个商会的人都要坐牢，名声也会败坏，到时警察查案你也逃不掉。怎么会没有发现他呢？他本来就很少吃饭，又不爱说话。当我们发现他口吐白沫的时候，他就已经……行了。梅老板，哎，别说了，走了。你睁开眼看看我，
不管你做了什么事情，不管发生了什么，你永远都是我。